各位早，我今天报告是关于低运期的，就是如何做数据品管，就是大家从超音波上面得到一些数据，然后，得到这些数据以后，三点就是我们第一个重点就是跟着FMF 他们证照的标准，我们是如何在低运期去看这些品管的东西，然后提出这些讲解这些方法，跟最后下一个总结。好，那在 FMF 中，就是你去他的官方网站会看到一些，就是关于证照的一些认证，那里面就有颈部透明带啊、鼻骨啊，或者是三尖瓣看这些的，然后你必须提供这些超音波的照片，然后去换取他们的证照嘛。那换取这些证照以后，他们其实在后续要去继续做延长这些 license， 会看你背后的那些数据到底跟他当初提出来研究到底有没有相符。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后续做品管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那品管的话，它我们在低运期主要就分成两个筛检嘛，第一个就是唐氏症筛检，第二个就是子痫前症筛检。那唐氏症筛检我们其实后续会比较专注在颈部透明带这上面这部分，然后子痫前症筛检，我们就是看 combined test 里面的三个 markers 嘛，就是我们的血压、子宫动脉血流跟我们的血清，像是 PAPA 或者是placenta growth factor。好，那在进行到有一点统计数据之前，我们其实要用在颈部透明带，我们这边品管我们是用左边这张图。那这张图是2008年的时候 ，David Wright 他提出了颈部透明带的分布图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可是大家一定看这个图一定看不太懂，所以我们心中要先有这个右边的这个打靶这个图。那打靶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希望说你子弹射出去在靶心上面，这些子弹是可以靠近这个靶心的中间，然后也要集中在这个靶心，这个是我们最理想的状况。那其实我们对应到我们左边的这张图，其实我们可以把这张图中间的 50% 的这个 centile 这条线想成就是我们右边这个靶心。好，那有些人收集到的数据可能会像是绿色这个图可能会比较窄啊，有些人可能会比较宽。那这个就是因人或者是因测量者的不同，有些 case 可能它的数据就比较大、比较小，会因人而异啦。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去想说 ，FMF 他们检定我们这些数据的大原则就是，你这些数据要是能够越贴近它这一条红色的线，就是越能符合它的标准。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它原始的图嘛？我们把它上面的这些数据点都移掉。那其实我们进 FMF 它的这个软体的时候啊，我们点这个中间这个 OD 就可以，其实就可以看到说，每个人他们在自己的 license 的期间，你的这些数据到底有没有服从它的通过准则。那我今天就是稍微快速的简单帮大家讲解一下这些准则到底是在看什么东西。好，第一个当然就简单就不用多说，就是它的数量就是你要超过三十，因为超过三十个其实是统计上的一个大方向，就是超过三十个样本数的时候，比较能够看出一些趋势这样子。好，那第二个就是他想要看你的这些数据的百分比到底有没有，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像这个超过 median 的百分比，当然是希望可以介在50的上下嘛。那他这边给出的标准就是40%到60%中间。那要怎么看呢？假如现在有一个操作员，他收集到 NT 的 case 分布如下，那我们就可以去数说，超过这个红色线以上的点点到底有几个？那我们看到说，上面的点点，它总共收集了32个 case， 然后超过50%的 case 总共有17个，所以它这边算出来的百分比就是53.1%，然后就有符合它的标准。好，那再来就是第三个，他们 FMF 他们要看的准则叫做 bias， 就是偏差。那这偏差它给定的范围如下。那什么叫做一个好的偏差呢？我们先看一个就是正常的图，就是往这条红色上面的点叫做正的偏差，下面就是负的偏差。那每个人收集的方式可能，不是方式，就是收集到数据可能不一样嘛。那像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分布比例这样子。那什么是比较不好的呢？就是不服从它的准则。那其实就是像这个 case， 它收集一样是32笔，可是它在上面的这些正偏差的 case 就比较多，所以我们得到的 bias 可能就会超出它的上限。那就像这个图所示，就是整个分布都往上移了。那什么是负的偏误比较多呢？就是指说，当你的颈部痛，那也可能都明显低估了，
那你的分布图可能都会偏在这50%的这条线的下面，所以它的最后算出来 bias 就是-0.3 mm，那就会低于它的下界这样子。好，那第四个他们要看的准则就是所谓的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那 standard deviation 我们先来看一个正常的图，就是像这个，就是你这些收集到了。颈部透明化数据都有跟着这条红色的线走，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图。那什么叫做可能你偏误太大？偏误太大就是像刚刚那张图跟一开始的这个分布的灰色的比起来，它就明显比较散开，那它得到的标准差可能就会比较大。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都过于理想化，就是你量到的颈部透明带都太集中在中间，那就可能导致说你的标准差可能太小。那太小也不行，就是我们统计就是要有一个。理想的范围，你不能太大或是太小，这样子。那最后一个他们要看的就是这个 trend，就是趋势。这个趋势的意思就是指说，你这些点点的分布啊，应该要跟着红色这条线走，它不应该是一个直线或是一个负的，就是负斜率的直线，所以应该要是像现在这个闪烁的这个红色的线走。那假装有一个 case 啊，它收集到的这个趋势可能。明显就是一条很线性的直线，可是没关系，它要给定一个范围，你只要有落在这个范围，其实都 OK。可是另外一张图就是，明显的，它在你的 CRO 越大的时候，它的 NT 却越大，那这个明显就是它的趋势就整个往上，它就不是跟着这条50%的线走。所以 FMM 他们在看你的颈部透明带的认证的时候，其实是根据这5个点来看你到底有没有后续去量这些30个 case，到底有没有服从他们的标准。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紫癜前症筛检。那紫癜前症筛检，我们看了 combined test 3个 markers，我们其实会用下面这2张图来看。左边这张叫做 Q sum，就是累积图。那右边这个就是 target plot，就很像刚刚我们颈部透明带那边看到的，就是打靶的图。OK，好。那我们这3个 markers 在做品管之前，我们其实会先给它做一些转换。那做转换就是我们会利用妈妈这些基本资料，然后跟她的一些 history。然后或者是抽血就跟抽血畸形有关嘛，那我们会利用这些资讯得到一个我们期望它这些 markers 得到的一个期望的数值，然后我们跟我们实际测量的数值去给它相除，就会得到一个你们很常在 paper 上面他们的 methodology 里面会提到一个叫做 MOM 的数值，就是你是 median 的几倍啊，它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实物上来看，如果你在 paper 上面。或者是其他地方看到这几张图，应该要怎么解读？我们简单大方向来说，就是你的这些数据啊，不管是点还是这些累积线，应该就是要落在它给定的这个范围里面。基本上就是你只要有落在这个范围里面，那就是没什么问题。那就像我现在图里面闪烁的，就是你基本上数据应该多数都要落在这里面。好，那左边这张 Q sum 图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当你的竖线往上飘的时候，就是你测量的时候吧，可能就是过度高估；那如果往下，就是可能低估了。好，那右边这张 target plot，它其实横轴这边、X 轴这边，其实看的跟 Q sum 其实是一样，都、就是在看高估跟低估。但它多一个好处就是，它纵轴其实是可以看它到底是 standard deviation 到底是偏大还是偏小。白话文意思就是指说，你这个测量员或是这些机型，它到底够不够稳定啊？所以其实我们在给妈妈这些 risk 之前，我们会希望我们得到这些超音波啊，不管是还是实验室得到的数据，我们希望都要是在稳定的前提下，才去提供妈妈这些 risk 去给他们做评估，这样子。好，那这边的话，我们看到说一开始这个 Q 长图啊。这是子宫动脉血流的累积图。那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它其实是有点高估的，然后后来可能它在这边这个点的时候，可能背后的统计员或是其他人跟他说，你一开始有点高估，我们就给他进行介入，会不会是他的测量手法可能有问题或者是什么的？所以他后来进行了陆续进行一些调整，后来他开始就保持稳定这样子。那我们怎么跟右边这张图去做对应呢？其实我们看到说，第一个。它高估的时候啊，这些高估的点，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打靶的这个图上面看到说，它的这个准星特别的往右。那这个往右的话，其实就是指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偏右就是偏高估嘛。OK，所以视觉化这两个是可以对应在一起的。只是 Q sum 的好处就是指说，它可以时间立马的累积，就是累积到哪里，你就可以看到说，哦，这个测量员。
他到底是不是现在的手法是不是稳定这样子。那我们跟他说他后续进行一些调整就是往下嘛，所以他就是偏左边。好，那后面就是都是大那个大同小异的道理，就是我们的测量基本上都要落在它的范围里面了。好，那我们直接给大家下个总结。这边总结就是，我们看 NT 的数据分布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跟着它中间这条 median 走，才会服从它的它的通过准则。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用累积图跟打靶图去看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去介入这些机器或者是测量员的数值这样子。好，以上是我的分享。